投缘。投缘啊。啊。我们两个之间不谈钱。啊，投缘。投缘。啊。你看着我帅不帅？帅。那导游是啊，这个。飞啊，梁贵妃。啊。你家老公呢？田哥呢？天宝哥呢？出去了，出去了。他说我是煤气罐，他说这鼻子管两管。我们东莞也有个煤气罐。他说你是煤气罐啊？啊，他说你得管两管煤气，多少鼻涕？啊，你是煤啊煤气煤气罐。啊，我说我是贵妃，他说不是，我是煤气罐。我们东莞也有个煤气罐。嗯，来吃点啥？啥？这是你是煤气罐吗？我是杨贵妃。你不是说煤气罐山东分罐吗？绝交，再见。绝交了。来吃点啥？罐罐，其实我们东莞也有个罐罐。啊、我是我们大吉的这个贵妃。嗯，贵妃，贵妃，菲菲，菲菲。啊啊，菲菲是菲菲。菲菲，我们搞个套餐，我们。搞个套餐，668。你这太这格局太大了，格局小一点。158。格局还大了。那我只能给你搞最低档次了。啊。没有底线，只有更线，38特色菜。行，管。行吧。管。OK。好。好。好。OK, 谢谢，谢谢菲菲。啊，上五个，我得有牙膏暖和。好，行，管。是吧？好。一等。好。上菜。好。好嘞。你这个菜，我感觉你能赚钱吗？我那个不是你来了我才这个价，你们来比你这个价。我提我就好使。啊，提你比你这个价，提别人。没有。啊，别家。啊，替我管啊！哎，只有替你才这个价。哎呀，哎，别人不听你名字，行，这个菜懂了，懂了，绝对是冤家。好，懂了，给你面吧。那你在我，你在我这这不是亏了？什么亏不亏的？交个朋友嘛。好，这话我爱听，我爱听。啊，看钱多少来钱？好，行啊。好，行。哎，富二代来，你管，你管，你到。好，我们再搞几个菜啊。吃菜。嗯，你远一点，你哎，吃菜，这个优惠了啊。嗯，可以啊。嗯，奥利给呀。来，走一个。感谢菲菲姐优惠啊。是啊。好，这把40个菜啊，4个菜，茶水免费，嗯，什么都免费，哎嘿，红豆粉啊，随便整，嘿，啊，这菲菲这里，啊，38的套餐啊，我现在跟费县富二代在一起啊，我们两个来走一个，走一个，来，后面，有，我是白的呀，有啊，你看，有啊，啊，干了，啊，赶紧干了，嗯。你就每天过来拉动 GDP 吗？啊？你每天过来早上，嗯，就是拉动这个 GDP 的增长，对，是吧？嗯。你每天都过来消费，嗯，是吧？嗯。大吉的消费，你每天过来消费，对，拉动这个整个费县的 GDP 增长，是不是？啊，可以。对你来说很容易嘛，收益税嘛。嗯。对吧？嗯，可以。这费县富二代啊，兄弟们，你觉得胖哥像不像富二代？挺好。像吗？嗯。嗯，开心啊。嗯，行吗？行。来，走起。来，出去。来，赶紧。嗯。来。啊。嗯。一个花生。花生。啊，这是什么东西？你吃一下。这是啥？你吃一下。我看见不出来，你吃啥？嗯。你吃一下萝卜丝吗？嗯、红萝卜、白萝卜、红萝卜、萝卜、青萝卜和红萝卜、红萝卜。哦，那叫土豆丝儿。哦，啊。大爷在干？大爷你在秀生姜啊？哎、嗯。今年多大年纪了？七十。七十了。蛮健康啊，身体健康啊。啊，那是在生姜削一下啊。
没没没没，我看看。大梁，大梁，你们好。这是什么呀？辣椒。嗯，辣啊。嗯。神通大气。玩呢。啊，过来看看呢。这个这是什么呀？芋头啊。你多大年纪了？得做这个75，得做这个80了。80了。你把这个南瓜全部给我吧。啊？南瓜全部给我。是这个。南瓜。南瓜给你。全部给我，行吗？哎，给你，我不够了。79了。79。我你不要送给我，我要给钱，你不要送给我，你多少钱？不用钱。我要给你钱，你不能不要钱，我不要。行吗，大梁？啊，79了，哎呀妈！两个，你是多少钱一斤啊？一块钱一斤。一块钱一斤啊？看着你为啥不要我钱？你不是我钱，我不要。来，20块。不用那些。拿着。我给你的。哎，你不用，你给我袋子就好了，行吗，大梁？久了，骑这个车过来卖芋头，卖南瓜，南瓜1块1斤，这个，哎，可能你们又说我拍剧本呢，又说我刻意的，我觉得我看到了，我看到大梁想起我奶奶了，我就能，我说了吧，给我就好了，来，好，这3块啊。就我在我这儿值20，在我这儿就值20块，身体健康啊！真的活了，身体健康啊！手，你的手，你看，都出起茧了，嗯，都那个了，冰凉的。嗯，我觉得我给少了，娘，大娘，我给少了。这你看这手，好冷啊！你穿个手套呀？裸屁了。你戴个手套呀？我没戴呢。你戴个手套，你那皮，你手都皮了。你戴个手套，很冷啊！注意身体啊！嗯，大梁79岁了，卖我两个南瓜1块1斤，他说那个南瓜值3块，我给他20块。我不是刻意的去怎么样打造人设什么样的，我真的是看到他想起我奶奶，我去世的奶奶了，真的，兄弟们，我就是这样的啊，没有刻意，随便你们捧我吧，我无所谓了。这边买一个凳子啊，给大梁送过去。大爷也是76岁了啊，身体健康啊。啊，打开是吧？啊，用个锁吧。你要帮你解开是吗，大梁？啊。好，帮你解开，好。好，我帮你解开呢。解不开。你解不开是吧？哎。好，我们这解开是吧？我不会解不开。解开啊。那个。这样重新系是吧？啊，重新系开吗？哎，好，管。我系好就行了。啊，我要不要帮忙？不用了。好。你看我多年龄了，我都70了。70了。你年轻吗？身体健康哈。哎。给椅子。好。给个椅子给你。给我了。给你的，给你。可了不丢。给个椅子，你坐了你感激。八家喝酒去。行吗？我摆的车摆起来。方便啊。啊。去上你家喝酒去啊！啊你坐呀，我给你买的。你不给吧？你坐，来坐，你看一下，感受一下，来。嗯。再看，你坐呀。嗯。舒服。舒服。嘿嘿，好些。管。太好了。这是。辣菜疙瘩。这是辣菜疙瘩。哎，辣菜疙瘩。萝卜。嗯。妈，这山药蛋蛋，这个是芋头。芋头。这个是萝卜。你要赶集到上午，啊，赶到上午才回去。没到上午。啊，就回去。嗯。你跟老爷子在家。他在家里。啊。看大娘卖东西，我陪他卖一下，这个卖不动。你这个我全包了，走，回家。下早班，走。你这，咱回家行吗？好。走。大娘早点下班了，这收好了，79岁了。
走啊，大娘，我买点肉。走。看着大娘80岁的年纪，在冷风中卖菜，莫名的心酸，想起了我瘫痪几年去世的奶奶，只想尽点绵薄之力。看到大娘脸上露出会心的笑容，突然觉得一切的一切都是那么的值得。跟着大娘回家看看啊，让大娘下个早班。啊，这房子。那菜一看啊，这里种的菜啊。这自己种的啊？这是萝卜。萝卜。肥菜。啊、哦。看这茄还有茄子呀。茄子。啊。哈哈哈哈哈！你还要洗碗啊？我出去啊。啊，奶奶这还在洗碗、啊。嗯。那是花菜。我出去给你喝酒。哈哈这大爷啊，哈，大爷，大娘，我啥也没有，来，不要啊，我坚决不要。你不要，我不来了。你还要不要我来？我以后我再来，我这几天我都在，我再明天再来，好不好？我不要。哎，你拿，你别给我。拿着啊，我没买东西呢。这茄子啊，这茄子，哎呀，还能吃啊。茄子树都有啊！大娘留我吃饭，我就不吃了，不打扰别人了。我就回酒店了。啊，大娘、大妈、大爷、大妈留着我做饭吃饭，太热情了，可我就不打扰他们了。大娘的女婿送我回来了啊，谢谢啊，谢谢，都很热情，一家子都很热情。我现在回酒店，兄弟们。